朱砂，不是吗？ 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叶檀啊。世界上唯一的叶檀。不，你是汪小丽。你为什么要装作叶檀？本来就该是我。 成为耀眼的叶檀。从大学到现在，他明明什么都不如我，可凭什么他能被经纪公司选中出道，成为女明星，而我只能当伴舞，永远站在他的背后？凭什么？ 他已经要什么有什么了，可他还是不满意，就要差遣我，就爱折磨我。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背后这个故事吗？那女主角根本轮不到我，他们只想看叶檀。那天，他突然找到我，让我代替他去演第三轮的女主。 我以为他发善心给我机会，我以为我的好运气就要来了。我满怀希望的上了场，可结果呢？我在侧幕亲耳听到工作人员说，他们说叶檀早就怀疑高空舞台装置有风险。 他怕自己受伤，所以才让我顶替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？这场演出如果成功的话，我就不用再站在他的背后了。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我只能赌一次。 我想着，舞台装置已经换过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对，没错，我赌输了，我死了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叶檀。所以，你杀了他。 念在同学一场，我没让他死得太痛苦。可他的经纪人和那个私生粉就不一样了，也多亏了你，我才能解决掉那两个阴魂不散的。你杀了这么多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说了啊，我想成为叶檀。 我想成为耀眼的女明星叶檀啊！幻魂重生，那个恶鬼，那些鬼神是叶檀，难怪他都已经死了，可还要折磨我。但是没关系，他现在已经很虚弱了。 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所有人都知道叶檀死了，你怎么可能以他的身份继续复活呢？你是说那条只有你能看见的新闻吗？没有人知道叶檀已经死了。谢谢你帮我找到了最后一个法器，我终于可以完成最后的仪式了。什么意思？难道那些不是叶檀招运养小鬼的法器？那养小鬼，他连对付想害他的对家都来不及，所以才研究那些镇鬼辟邪。 搞了那些书籍和法器，这个臭女人，害我差点又栽在她的手上。所以，那些法器都是用来镇住你的？她总爱搞这些小恩小惠，甚至。 他对着镜头说：“他要把他的荣誉送给我。”他立他的人设，而我对这些虚情假意却还要感恩戴德。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你能不能放了我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因为我恨你呀。 我把我当啊！快走！叶檀，在想办法出去之前，绝不能让他拿到，否则他肯定会杀了我。 拿来吧，我不会让你太痛苦的。但如果你还想跑，哼，看看吧，看完也许你会改变想法。不可能，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 你还想骗我？这就是叶檀的日记，是你，别再骗你自己了。你很聪明，但没用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成功？ 刚刚为什么会？这我早就已经死了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我原来这才是最后一个法器啊！这场你来跳。我。 不是背后，是身旁。我竟然全忘了。啊 终于结束了。这是哪儿？医院。 植物人？哦，报道上说牵连受重伤的植物人是我，我没死，我还活着。那刚刚那些是梦吗？应该是梦吧。好好活着。